下面念第二章，嗯、呃，灵鹫山顶如来会。昨天的课程哈就很重要，嗯、呃，这个无焰诸王呢，嗯、呃，实现了这样子来惩罚恶人，嗯、呃，来救度众生，啊、呃，用这种方法来，哎、呃，让做坏事的人呢恐惧，然后呢怯弱，然后断除恶行。 嗯、哎，这个就是佛菩萨引导众生的一种手段。那么里面有讲到这个，这是一个城叫屠夫城，这也就是杀业极重的一个国家。那个无援诸王呢，就在这里做国王啊，嗯、哎，来帮助这些众生。嗯，莲花生大师呢，嗯、哎，从他那里学到啊，怎么样的来。 修这个诸法啊，西征怀诸啊，这个诸法呢，嗯、呃，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啊，也是要需要的啊。适当的诸法呢，也是能够利益到众生啊。灵修山那个是佛陀当年的啊讲法了，佛陀永不灭度的在此说法。 久远世成，一在阿神七劫。持图安稳，是永不毁坏的灵鹫山王啊！永命皈依头面顶礼至尊的佛祖，嗡、哦、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耶说哈，一心。 遇见佛，不自惜生命，使我及众生具出灵鹫山。南无大智海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近的因缘是莲花师大师来到了佛陀清净常住的灵鹫山。灵鹫山位于王舍城东北十四五公里的地方。 周围共有五座山峰，灵鹫山是其中最高耸的。其顶上宛若高台一般，从台上眺望虚空，翠蓝层叠，相映浓淡分色，优美秀丽。佛陀传法四十九年，多在此山广说妙法。 当时摩羯陀国的平毗娑罗王为了听闻佛法，就派遣大众从山路开始筑路，以石为阶，横跨山谷，凌越高岩，到达峰顶。这条道路十余步宽啊，长有五六里。 莲花寺大师的身影隐现在灵鹫山的步道上，虚空中不时传来微妙的香气，其中较为浓烈的香气是天地神奇，世祖空行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他们欢喜的合掌，欢迎着大师的到来，有的永生空中。 宛若灵影一般，有的立身山岩，有的则立于路旁，更有一半身形伏于地上，下半身沉在土中的地神，从他们身上自然散发出喜悦的妙香。另外，在虚空中更有无数的化佛菩萨欢喜放光，铸造着莲花生大师。 他们的身上则散发出极为雅淡、不可思议的清净法香。莲花师大师在路上先来到了一座名为下层的塔，护山的山神向莲师说道：“大师啊，这座佛塔名为下层当平比梭罗网。” 乘车来到此地的时候呢，我为了表示对佛陀的敬意，就会在此处走下车乘，徒步登上鹫峰，所以名为下乘。莲花圣大师听闻了灵鹫山神的解说，于是欢喜的向佛陀礼拜致敬。啊。啊莲师。 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导游哈，山神做导游。大师为了表示对至尊佛陀的礼敬，所以用极为恭敬的步伐缓缓进行而上。过了一会儿，他又来到了一座佛塔之前，山神立即向他解说道：“这座佛塔名为退凡塔，是减退凡夫之人。” 不会同往之处，是为了彰显佛法修正的伟大，未免凡夫之人喧扰所利啊！大师也立即行礼作揖，来到了峰顶的平台，东西宽敞，南北狭窄，西面侧临悬崖，并建有一座金色往西如来。 常在此宣说法要，其中并有如来等身的佛像。这时，峰顶的天上正群聚着白头的大鸠鸟，飞翔虚空，仿佛正欢迎着大师的到来。大师双眼看着在平台旁耸起尖峰上的大磐石，这个大磐石。 嗯、呃，仿若灵鹫一般，有着尖突的鹰啄鼻、眼和毛，栩栩如生。莲花圣大师这时呢，仿若见到当时在平台下侧的石洞中入定的阿难尊者。而魔王化作大鸠鸟，在下半月黑月的夜中。 盘踞着尖峰，奋起双羽，精明尖笑，啊，来恐怖尊者！这时呢，尊者惊惧无措。佛陀在峰顶上见到这样的景象，就伸手穿过石壁，抚摸。 阿难的头顶用大慈的言语安慰他说：“这是大鸠因是魔王所变化的，你不要恐惧。”阿难正则在佛陀的加持安慰下，身心安乐，怡然入定。而大鸠鸟也化成磐石，常住此山，彰显佛陀的圣迹。另外，金色之车有数座石洞，啊。 舍利子等诸大罗汉于此入定，而金色东北的实践中有大盘石，是如来布萨袈裟的地方，译文啊十分的明澈。 宛如雕刻一般的清晰，而旁边的石上有佛陀的足迹，啊，轮纹虽然较暗，但还是清晰可察。莲花师大师安住在灵鹫山顶的平台之上，他解家趺坐，吉祥的侍卫着佛陀，在是宣讲《法华》《般若》等许多无量无边的经典的情景。 在如幻当中，我如见到四方诸佛、一切菩萨、声闻缘觉大众，乃至一切护法空行，如云如影般拥立在空中。这个是三道宝光从虚空中自然垂注于莲花身大师的顶上，而清净无双、不可思议的妙音。 若远若近，从自身清净的耳轮中，仿若响起。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生起，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路于佛道而来，无量劫。 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盘；而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以助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众见我灭度，往供养舍利，先皆怀念目，而生可养心。 莲花声大师了悟，这是佛陀亲切地为他说法，心中是为，其实佛陀成佛以来，已经历了无量无边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解的无量时间。但是为了怕钝根的众生认为佛陀可以长久住世而不肯精进修行，所以用大方便力实现涅槃灭度。 来使众生了知佛陀难可之欲而住清进。但事实上本无涅槃佛，亦无佛涅槃。佛陀并不是真实的灭度，是常住不坏。而且呢，无量世界以来，不止常住是娑婆世界，不断的实现说法，并在他方无量的世界教化众生。我也是。 佛陀妙声的加持是现的呀，这个时候莲师呢心中悲切啊，忆起了《华严经》中所说的：“一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使我及众生俱出灵鹫山，一心想见如来的真实报身。” 此时虚空中宛若千日奇照一般，从光明遍照的体性中掀起了佛陀的十宝庄严之身，而在刹那之间，整座灵鹫山顿融入广大光明的长集光中，并从体性光明。 现起了十宝庄严的清净佛土，整个世界实现无边无尽的庄严。菩萨空行的身相，仿若虹彩，无实质的明显现前。比起如幻如影般的幻化身，更是不可思议的清晰明朗。 这时菩萨大众更以清净的梵音唱诵道：“因其心恋目乃出未说法，神通力如是，与阿生七劫，常在灵鹫山及于诸住处。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 我此图安稳，天人常充满，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诸天及天谷常，常作众聚乐，与曼陀罗花，善佛及大众。 伟大的佛陀，这是向莲花生大师说到心智啊，你具足着圆满的金刚体性，也是我所加持幻化的清净妙身，将在此世界中代表着我教化无量众生。灵山净土是我所居止的法报佛土，是利一切时节而不毁的。 就是宇宙灭尽，此土依然常住不坏，而这也是你所成就的法生报生所依止之处啊！你应当如我一般，永劫里救度无边的众生，而在不断的精进之中，你也即将如同我一般具足无量的寿命圆满现起。 无生无死的广大成就，而你也将证得落一般的无上智慧，迅速的成就圆满佛身，便照无量的慧光。这是清净的佛陀以法界光明当下旋入了莲花生大师的智顶。 并安住于心轮之中，原始的心轮之中，仿佛一滴明若千日的明点透身而出，十分庄严美妙。在清净的加持之中，莲花生大师居住了佛陀的大悲，居住甚深的无上究竟菩提心。他悲是一切众生。 希望能够像佛陀一般救度无量苦难的众生，所以他首先安住在大悲三昧当中，观察所要调伏的世间。当他安住在大悲三摩地，现观调伏教化的一切世间。 就宛如从明镜当中看到太阳的投影一般，十分的清晰明亮。在大悲空智三昧定力的交融之中，世间的一丝一毫都是清清晰晰的，就如同观看着手中的清净如意摩尼宝。 或是将完全透明的水晶浮现在心轮上一般，莲花生大师的文思修以真智与究竟，从听闻中现证的智慧完全安住，清晰的总是在心轮当中圆满不忘。 所以他能够施于一切众生无畏，听闻他说法讲经之后，任何的畏惧就消失无踪。他经由思维和德正的智慧，宛如铭刻于巨石一般的，总持于心中，所以能够与一切外道宗派的修行人辩论。 心中没有任何畏惧，具足无碍辩才。他经由等持修正而圆满成正的智慧，反而自生的忠实于心中，所以能够关照自心的最细微、最秘密的心念，而无所畏惧。 莲华生大师以文师修正的县官智慧，如实的思维着：所谓佛陀，并不只是一个名号而已，必须修正实力、是无畏、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等一切诸佛的不共圆满成就，才算圆满成佛。 现在莲花师大师他如此的观察自心，是否具足如同佛陀一般的说法无畏的因缘？现在他已了知，对一切众生弘法的因缘时节已经到来。这时再不对众生说法，是违背自己的菩提心与四句三昧耶界的。莲花师大师于是就决定。 立即行动，教化众生。这时他又思维：我现在即将要教化的众生，应具足何等的因缘呢？如果是一个众生听闻了我所宣说的卢宝经语，而心中却无动于衷，这样的随从弟子，并不能够如实的修行，所以我不愿意收留。 如果不认真的修行，而且不能够从真实的修正当中确信一切秘密法要的人，那么这种随从的徒弟我也不要收留。如果心中不能由修行中升起真性，在这群没有信心的人当中，我是完全不愿意拘留。 另外，如果是不遵守誓约、秘密三杯耶的朋友，也不能够让我心生欢喜。那么，我现在应该到有缘的众生当中，如实的教化、导引立根的人，迅疾的使他们得到圆满究竟的成就。莲花师大师在这样的因缘世节之下，用慧眼观察。 他所调伏的世界的这一切众生，但是他观察到的众生都是由于无名的遮障而轮回受生。如果众生不能够关照自心，如实的了悟自身的体性，将永远被无名的黑暗所束缚着，而不能明了法界的真理实相。 茫然地在无边的生死大浪中翻滚轮转，不能得到休止 <coughs>；而所有的众生也由于无名的缘故，所以不能够了知如何才是自己真实究竟的利益。所以呢，他们虽然竭力的想获得安逸。 享乐，却反而找到了所有痛苦的根源，让自己堕落在轮回的苦恼当中，不能解脱。这些苦难的众生，虽然从就近的异地而言，我也要救度他们，使他们圆满成佛，但在现在的初始因缘当中，他们并非适当的。 调伏对象，我应当先调伏具足一切善德的众生。啊，他这样子思维后，就一念现官，乌藏那国中他所出生的无污清净具足的光明大海。他看到海中正有无数的善根具足的空行木。 欢乐安住，莲华生大师于是就认为他应该先到那里为一切空行母来讲经说法，这样使空行母们得到究竟的利益，也使自身弘法的初始因缘甚深吉祥。莲华生大师观察思维到此了知因缘已如实的现起了，所以。 现起清净的智慧神通，举身飞行如鸟凌空一般，飞向空行大海。在刹那之间，宛如力士身臂一般的快速，就已来到了达那郭夏海。当他在达那郭夏海现身时，面见了一切空行母，所有的空行母都欢喜无量，踊跃舞蹈。 前来向莲花生大师顶礼问讯和问、合掌问好。这是空行母众以和雅的妙音共同的喜问：伟大的至尊莲花生大师，我们谨向你致上无量的敬意。愿你常住世间，为我空行海会宣说极妙秘密的法药。 你是否具足欢喜，广度众生，远离一切病恼？莲花生大师也十分的欣喜，立即微笑的向空心母众宣说：“是的，我一向少病少恼，并且广度众生的因缘时节即将到来。首先，我将在此为你们宣说。” 自身密要的大法，你们都应该随喜谛听，如实的修行，将来必定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安住在就近的普光明地金刚此位。这是空行母众。 以及所有的龙天护法都欢声雷动，献上广大无边的供养。刹那之间，虚空无影，雅音悦耳，天花飞坠。他们心中十分的欢喜，立即欣然受教。莲花生大师于是安住空行山摩地洞，啊，用空行母的秘密语言。 开始宣讲自身自要的密称法要，所有大海中的四类空性魔都现身合掌听闻，而本尊金刚亥母啊，更是如影随形的一般，跟随着莲花声大师基于加持成就啊，本尊就是金刚亥母啊，就是这密称佛教的一个重要本尊。 而、呃、大海中的龙王以天空的所有的星耀，天人护法也都前来听闻莲花生大师所开始的秘法，他们欢喜受法，而且立誓发愿，献上命咒，愿做莲花生大师的护法奴仆。他们所行的一切都随顺于佛法，对着佛法充满着殊胜的欢喜。 随顺教法而行，与一切世间违逆佛法、无智无慧的颠倒行为是完全相反。莲花生大师在清净空性海中，对所有的空性护法宣说如实就近的秘法，听法大众都得到了甚深的满足与欢喜。大家现前。 法喜充满，安住在寂静三昧的相续大乐当中。莲花生大师在达那郭下海中，为空行母众宣说秘密法要，使他们得到满足成就之后，他了悟在此处的说法因缘已经圆满了。 他应该再到别处去弘扬佛法。于是他再与会员观察时间，发觉沙赫尔是他应当前去调伏的下一个国度，因为在彼地有即将成熟的众生，在缘起上，他必须去给予教化救度。 沙河在乌扎纳的东南方，莲花山大师现官在沙河都城的正中央，沙河王的王宫——那那部日宫，巍巍然的耸立在此处。而沙河王为圣典持大王，他那有。 并非三百六十人，更有许多的内外大臣，他统治着全国政权，十分的稳固，一切百姓也都欢喜顺从他的领导，是一个具足善法的因缘。 啊、嗯，这里说他是圣殿持大王啊，就是他居住很多的圣殿，就是可能是指佛菩萨的那个经典莲花是大师觉察沙河国应是调伏的对象，所以他正在选择适当的姻缘，前往沙河国。圣殿持王的王妃名为哈乌尼。 他往昔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天上有八个太阳，同时在空中炽烈地照耀着，整个沙哈尔国国土都在刹那之间成为焦土。这时呢，他的头顶上忽然感觉到十分的痒，啊，在至阳南当中有一座由松耳石所建筑的佛塔，啊，竟然尖尖的耸起，正长在他的头顶。 哈乌尼王妃醒来之后呢，就立即向，嗯、呃，沙河王禀告，说：“大王啊，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在我们的国土上，天空中有八个太阳一起照着。忽然之间，那么整个沙河国土顿然成为焦土。只是我自己的头顶上感觉到炙痒难当，却又从我顶上升起了一座。” 坚守的松尔石佛塔，不知道这个梦境是善梦恶梦，这个梦兆到底有如何解释呢？沙河王听了王妃的梦境之后，沉溺了一会儿，他仔细的思维之后，认为这恐怕是噩梦吧，因为梦中所有的国土都被烧焦了，现在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怪异的事件将要发生。 于是国王呢，马上邀请许多的大班智达来念诵，呃，祈祷消灾的平安经典，希望能够祈福消灾，让这个恶兆消除。啊，还是信佛的啊，都请好多大班智达来念经。当时的这个哈乌尼王妃的年龄已经极为老迈了。 而且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在做这个梦之后呢，却发觉有了身孕。这件事让大家感觉到十分的好奇而欢喜，而且对王妃有了身孕之后，身心也变得十分的清洁有力，本来欠佳的身体也渐渐的康健起来，尤其走路时本来需要他人的搀扶。 现在他的脚力就特别的坚强了。从此之后呢，更时常有天人天女从空中下凡到王宫中，置正贡品来供养他。王妃心情呢十分的欣喜，精神也十分的好，她的气色越来越美好，宛如返老还童一般，脸上也越来越光滑柔润。 宛如花朵盛开一般，啊，心情平和，宛如天女一般，现出吉祥的容貌。在这种种的造像发生之后，国王心想，或许将有剧组福德的王子即将诞生，所以心中也是十分的期待与兴奋。他对王妃特别的殷勤照顾，得十分周到。 期望能够得到一位王子，但是没有想到，王妃却争出了一位公主。国王心中顿然感到十分的沮丧，从此就不太爱说话。而王妃更是十分的惆怅愁苦，他们满心期望诞生一位王子。 但是却生下一位女儿，但不管如何，这依旧是一件大事。国王认为应该迎请一位婆罗门来占相，不其吉凶。于是国王就命令大臣迎请国中德高望重的婆罗门来到了王宫之中。国王告诉婆罗门说：“国师啊，王后……” 正在有孕之前，梦到八个太阳同时在天空中照耀着，而整个沙河国顿时成为焦土。此时王妃的顶上十分的痒，竟然建起了一座由松而石所制成的佛塔。从此以后，王妃怀了身孕，并且呢，忽然间变得身强力壮，容貌越来越光明，也越来越年轻。期间，天人。 天女时常下凡供养，所以呢，我们本来以为，嗯、呃，有一位王子诞生，但是没没想到呢，就生出一位公主。这样的姻缘不知是凶是吉啊！婆罗门就请国王将公主抱出，然后开始修法，并用香水香叶来清净公主，并将公主放在光明能够照耀到的白檀之上。 前后左右很仔细的观察工作。当他仔细的观察之后，静默片刻，婆罗门竟然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国王夫妇二人十分紧张地盯着婆罗门。这时婆罗门立即向王妃致敬，然后呢，又朝着女婴五体投地的顶礼。这个时候呢，国王王妃十分的惊讶诧异，王妃也立即惊问道。 国师婆罗门是否公主的相貌不好，或者有何凶兆，所以让你流泪并做出奇怪的行为？请你务必，啊，将实情告诉我们。婆罗门相师就说呀：“不是的，大王王妃，请你们放心，这位公主不仅不是相貌不好，而且是相貌实在是太好了，具足最圆满的吉祥之相。” 他宛若圣者一般居住了三十二吉祥相以八十种随行好，一定是智慧的空行母降生于这个人间啊！这样一位智慧空行母降生在人间，真是人间的福气啊！如果她在家成为一件世间的女子，她的驸马将成为转人圣王；如果出家为尼的话，就能够使全国的人民都去入法界之中，得到解脱。 这样的美满相貌，还有谁能够具有呢？说着说着，婆罗门又流下了眼泪。国王和王后心中也十分的欢喜，不禁跟着他一起流下了眼泪。这时，国王又问道：“他应该取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好呢？”啊，他应该叫做曼达拉哇，也只有这样的名称，才能够堪配于他呀。 这位婆罗门说完之后呢，就跟国王王妃道别。国王夫妇二、啊、人呢，赐他与无数的供养。婆罗门将其中的供养取出大部分，又供养了曼达拉哇公主，然后十分欣喜的离开王宫。而国王和王妃从此仔细的照顾着公主，公主也十分健康，迅速的成长。 当他十三岁的时候，四方的智慧空性母也纷纷赶来观察公主的成长状况。她长得十分庄严相好，众生一见到她就会立即升起欢喜的心。她的前身宛如莲花一般庄严美丽。 美丽的公主名声遍传大地，所以世界各地，哎呀，前来求亲说媒的人呢，未曾间断。印度的国王，有的人要赠送最珍贵的宝马，有的要用金印来作为聘礼，甚至还有从汉地而来的媒人。有些王侯听到了美名，也要前来定亲。 他们送来的茶砖、马匹，还有绸缎，还附赠于一百匹骏马和一百个力士。孟加拉王也赠送大象，用三百头象驮着无数的宝物，而、呃、白达国王则赠送的最珍贵稀有的白狮子啊，制、呃、赠的庄严饰品。 也相示着各种珍贵的摩尼宝，这个国王叫白搭国王，送了也白搭。嗯，森且布罗国王，嗯，也送来了无数的宝石物等珍品，也签了，还有克什米尔王赠送了各种名药，还有许多珍奇。 啊，西贵的宝物，李玉国王呢则赠送了许多的聘金，大石国王也馈赠了许多的入书珍石，格萨尔国王赠送了武器，嗯，而象雄国王也仪任啊梁祝，这些国家王后都一心想娶曼达拉哇公主回国。 O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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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no, jian cang pe ma jia san dong po la Yan zi cho gi ngu zhu mi pe ma ju ne shi su so, zhang Kor do kan zhi ma be kor ki ki ji su so, da zhu gi Chin gi lup che shi su su so, so,